是要煮这卤的吼，嘛真简单啦。你着安尼啊夹的吼，安尼啊滚滚滚滚啊破就好啊。啊，滚破了伊就做好做好处理啊。来用水啊，尽量洗洗。一块卡个拢造出来，这出都出来了，大部分都是螺肉，这拢裂吧，那个想解啊，这真甜啊，太细了，对，较无即摆较无人爱处理啊。哎，安尼第二届抢较无破啊哩，哇，这个大吧造出来，哇，就这个。这螺肉其实就是主要是吃这一块啊，主要是吃这一块啊，来带有几块，还有一些壳啦，小一些一点点壳啦，啊，主要是吃一块啦，主要是吃一块啊。那咱不要起菇啊，起菇看嘛，看菇的吃，再搁一寡小壳哇，不要紧，菇嘛是拢会吃落去。带来起菇，来看嘛，菇的吃。就是这个伤型啊，还较无歹处理啦。迄个枪第二下就拢伤，拢无起来嘛。大家起菇，这是已经去壳的啊，初步处理后去壳的那个螺蛳吧。哦，那当然，今麦来起菇啦，用手喂的方式看看乌龟会不会吃。哦，因为这蛋有个够看呀，所以用手这夹的。要吃才知影讲伊要吃啊，唔吃。好来，来啊，来啊，紧点吃啊！来，看要吃无啦？你吃来啊！以前的吼，较唔惊人，即摆一批较惊，因为这批拢新的。好来，你来，看要吃无啦？来，进来。哎，免客气，来，请用，好来，还卖安尼，还贵几岁哩吼？来，吃看卖。无怪要白个啦，白个吼，离较远，较袂惊人。这土地方较袂遐白。来，进来来。来哟。来。加哦，乌龟在吃食螺蛳啦，吼，开始咧夹，哦，来，哎，这批还阁惊人，也唔敢用手饲啦。哦，之前那一批吼，饲足久个，阁拢唔惊人啊。这嘛较好啊，以前吼是看有人那看到鬼咧，即马敢来啊啦。
至少赶来了。好，来，今天哦，来游哦。地砖好，放在那条铁线上面来试看看。哇，飞来啊！哎，看要吃无？哦，哇，在救啊！哦，乌龟在吃波，哦，吃波罗的吧？也是关系的关系。哇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哦。接下来个大家来唱哇，开始来唱哇，这久是袂食多的啦，哦，这多的吧，足嫩的，可能无遮好用，嫩爆爆啦，嘿嘿，去无外观。之前听的，我讲饲这牛蛙，哎嘛是用这罗勒啊把它吃，但是我爱，我就当者当者，我去跳动啊嘞，牛蛙才会吃，因为拢食蛙嘞，哦这幼啊，哦食一袋去啊，幼伊啊，幼一袋去啊，哦。鱼也吃习惯了，最爱吃猪肉，哦，因为是猪肉，伊安那暴动，规阵活来加猪肉。落下吧，唔知是伤晕还是安怎，至少要食啦，我枵伊个去煲啊啦，我去准备皮啊，可以过啊，哦，可以过啊。他还是会吃啊，我话伊胶较细滴，可以较好食。搞较细滴，一撮个吞落，安尼较方便。哦，啊，咱这非洲大蜗牛就有出路了。哦，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。哦，以鱼制鱼啊。外来种对外来种，哦，让他们用外来种去消灭外来种，这就是用比较好的策略了。还是会吃啦，哦，我等下搞较细点，再来饲，较好吃，一撮一撮吞就好啊，免他妈咧揪尾巴。好 ，thank you， 哎呦，我得救，我得救，哦，这作乱的，你要吃可能不要简单吃，不要紧啊，安尼较袂无聊啦。这菇吼，其实这菇嘛无聊，你要创啥？每天就干那食饱换腰，过咱食饭安尼，要拍日头啦。哦，生活也过得还蛮不错的。
天有鱼肉通好食，但是佫一寡 special 的，算袂歹。好啊，今日安尼吼，乌龟吃波牛肉，到此为止。哦，唔敢有再过来翕，我来切落去较细滴，会夜夜落去来食。啊，免那么幼，因这顶骨骨足歹幼的。哦，伊一块一块哦，伊是吞落去拄好安尼个。